喂，林总。好，我现在就安排。下班时间不准骚扰员工。你跟肖医生在一起啊？不好意思，林总，其实是……不打扰你们了。嗯，看这个房间啊，真是别致啊。 都怪凌月，让你这么累，都没有时间整理房间了。你快回房工作吧，交给我，给我半个小时，我还你新世界。怎么样，是不是特别厉害？我上次来你家就觉得空空荡荡，所以这次来呢？ 我就带了小爱的豪宅，还有解压神器，顺便给你展示一下我的厨艺，还买了一套餐具，都送你了。我不在家开火的，用不着两套餐具。那我不就是可以常来了吗？你别动手动脚了。嗯，我不太适应跟别人有过于亲密的身体接触。哎呀，都是一家人了，跟我见什么外啊？你不要总这样。 再这样下去我会残废的，还好我是医生，可以自救。吃饭，尝尝吧。嗯。